哎，总算是拉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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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某种意义上来说的话，就是精神病了，因为从对现实没有反应，或者对现实反应经常反应出的话，那就是人家诊断就是精神病了啊，也就是说，也就是说，已经从现实断开联系了啊，病情啊，传染为主啊，病情啊，传染为主，现在状况就这样啊，好，知道了，